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在这个礼拜7月10号台服维修之后，推出了一个新的活动地图，叫做纯白洞穴。那这个洞穴简单来说，它就是让玩家有机会去拿到纯白万能药。相信大家去过这个梦幻之岛都知道，它上面也可以打到，但是几率很低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它算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让大家去获得纯白的万能药。当然这个也是几率，但是至少如果说你是分身流的话，它的几率其实会比梦幻之岛大很多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道具在这个岛上可以获得，包括有龙珠，然后战斗强化卷，还有硬币箱。那传送进去的费用呢，就是10000块金币。那进去之后，其实不用太担心里面的怪物，里面的怪物数量基本上算多，但不是很密集。那这个岛的话，其实它没有很大，所以小小一个。但是目前来看，你要遇到其他人跟你在同一张地图挑战，似乎还是比较少。那或许是因为刚开放的关系哦。那如果说你在岛上完成条件的话呢，你可以去获得一个纯白之石，然后来制作挑战几率制作这个万能药箱哈。那这个万能药箱它可以开出纯白万能药或万能药。然后活动任务的方式很简单，你只要在这个岛上消灭300只怪物，那就会获得这个纯白之石，然后还有这个纯白升华阶段一。那这个升华阶段它其实有三个阶段哦。当你获得第一阶段之后，它每隔一小时会自动往下到下一阶段，所以最高的话到第三阶，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让它自己跑就好了。也就是说你只要获得一次，后面就是让它自己去跑，都不用去做什么手动或者是活动上的这个任务的这个切换，算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活动哦。那大家可以去挑战看看，那最后的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呢？来，小编现在用我的妖精，用我的这个枪手来跟大家做个示范哦。就是因为我已经获得了这个纯白之石，那我们来挑战一下，到底能不能制作成功呢？来，点一下纯白之石，点一下制作材料，万能药箱。好，那它的成本哦，基本上要200000。好，你要200000才能来制作，那我的钱只剩下30几万啦。不过没关系，运气就是值得挑战的。好，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。小编之前在韩版玩呢、啊，挑战几率其实不高啊，或许是我那时候脸比较黑一点哦。我挑战好几次都失败啊。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台服的这个设定，我相信是一样的哈。那我们来挑战看看它到底会不会成功呢？哎，所以一次成功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拿到一个万能药箱。那这个万能药箱里面它有几率去直接让你开到万能药，好，那几率是相对低，但是100%会中这个纯白的万能药。我们来开开看会出现什么东西。来，3 2 1，开箱。哎，来了一个纯白的万能药哈，也是不错啦啊，这个也是不错，至少我们保底是拿到了这个东西啊，纯白的万能药这个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挑战看看。我是小编，记得订阅加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